那这张图不好看，我们来调整一下。我现在把它变成古典图，请点选这一个格式。对，这张图视觉效果嘛，下面的格式设定，请把图案的那个宽度稍微设宽一点，宽度设到6。下面还有一个显示标记，请打开。显示标记请把它设到例如说12，甚至有些人他会把那个标记给换一个例如说更深的颜色，或者是那个图案他用三角形，那我是比较喜欢圆形啦。反正当然还有些人他会希望把这个数值资料标签打开，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数值啊呈现，例如说大稍微大一点，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比例，对不对？比例我们当然希望它呈现是一个百分点，所以如果你想要呈现百分点，那又不是这样子来去设定咯，你必须要点它，点这个预防针第一剂漏针率，然后请把它改成百分比，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点到它，然后请点到这个量值工具的百分比，然后小数位几位，请选到一位，稍微把 X 轴设大一点好了。2020年 1.5%， 好，这个 Y 轴也可以把它的值稍微设大一点。我希望每个月的这个人数控制在5个人数以内。那你就去看每个月是几个人，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反正这是一针，那请问你，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去扩展到4针？请问4针是不是一岁注射日期2月？因为我把那个一岁前要观看的那个指标变成这个2个月有4针，请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看到2个月内要打完这4针，你看哦，这边是第一剂，这就是1、2、3、4，可以吗？我现在要讲的是这4针，也就是 RHEPB-1 跟 RHEPB-2， 还有 13PCV-1 以及 5IN1-1。这4剂哦，好，那我的函数已经帮你写在这边，叫做一岁注射日期2月，所以再加什么？除了 RHEPB-1， 还有这个 RHEPB-2 在这里，再把它再加个 5IN1-1， 再加 13PCV-1， 把这4剂全部加起来，我就可以算出来说这个漏针有多少，有针对这个小朋友来计算，他总共漏了几针，最多4针，最少就是0针嘛。我们就要直接画图咯。然后在这边麻烦，为了上课方便，所以请把这一个页面复制，然后请把它变成二月前追踪的预防针，那4针嘛，所以我们就叫2个月4剂漏针，请把这个复制出来的工作表改成2个月4剂漏针。好，来，请把这个标题换一下，2个月出生后2个月4剂的漏针，然后等一下这边我要放名册。首先，请问一下，这一张图表要变成什么？刚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栏位，我的轴其实不用变。各位，我的轴是不是还是用个年？那可是我的值就要换了。预防针第一针漏打，是不是要换成一岁注射日期2月？来，请按住它拖曳过来，请放到值的前面，然后把预防针第一针漏打。各位，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一下这边这个41，这是不是算出来41个？可能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他漏一针嘛，
可能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小朋友2016年出生的小朋友他漏了两针，这边他的值是用加总，他就会把漏一针加漏两针，他这边不会算成两个人，他会算成三了，所以应该要把它改成计算次数。可是变成计算次数之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这个里面会算到有漏有零针的，因为没等于说这个数字就是这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变成我只能算这个计算次数是要算说它不是零的，可以吗？也就是说这边你必须要把这张图这个一岁注册日期二月的这个数字改成大于零，套用三学。他刚刚的做法就是把它全部都加起来，全部都把它加起来，这是不对的。好，所以只能算说这些小朋友有多少漏打，多少漏打应该怎么算呢？哦，我大概知道了，请注意一下，这边麻烦请做一件事情，游标落在空白的地方，我们先把就是漏打零针、漏打一针、漏打两针、三针、四针，先把它做一个分类，所以请点空白地方，请用交叉分析筛选器，交叉分析筛选器，然后请勾这个一岁注册日期二月，然后请把它改成清单，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请把它改成清单，就这里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漏打零针的就是没有漏打，还有漏打一针的，还有漏打两针的，请把刚刚这个地方这个清掉。你看这是漏打一针的，这是漏打一针的，然后 Ctrl 键再按住点选漏打两针的，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你们可以了解吗？你这张图有没有画出来？好，三个动作就画完那张图了，叫做分类表。好，一空白地方点一下，点好了吗？二交叉分析筛选器点一下，这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请勾一岁注册日期，请打勾，他就做完了，对吧？好，剩下是他内容的调整，因为我们是分类，我们请把这个往下的三角形有看到吗？很小，在这右上角有没有？这个我先把它最小化，好，游标移到这个地方，这个请把它改成清单，因为它这个字写得很小。好，可以了吗？我现在要选择的是一针漏打，这就是一针漏打的这些人。一针漏打，联动，这是大数据分析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再来 Ctrl 键按住，两针漏打，我要产生这个名单了。你看一下哦，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往下算？这个，请问这是不是漏针的人数？可是，请注意，其实这个应该要写在这个筛选里面。这个其实漏针人数应该写在这个里面，不然这个是不会正确做计算。